MM 中国社区的家人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来自中国北京的会员闹闹。我在2016年2月22日提供帮助人民币100,000元整，在2016年3月9日申请得到帮助人民币108,280元。那这里面包括我的利息和奖金收入，系统一共给我匹配了3个会员，大家都非常的诚信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把款全部打给了我。在这里呢，我非常高兴，我非常感谢我们这个 3M 的互助社区，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平台的创始人马夫罗季先生。我本人是一个在家带小孩的宝妈，没有收入，但是通过运作 3M 互助社区，那我现在也可以带我的妈妈和孩子出国旅游，那给我的妈妈买各种礼物，然后包括给孩子买玩具、衣服等等，那之前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，现在我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这个平台，那就完全可以做到。现在就是说自己喜欢什么都可以买，然后家人需要什么也可以买给他们。这一切呢都是 3M 互助社区给我的，那我真的是非常感谢马夫罗季先生创立这么伟大的平台，并且带到我们中国。我现在经过一段时间努力，也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团队，目前正在参加经理人的培训。在这里我祝我们的互助社区会越来越好，那我相信2016年我们的互助社区一定会走向一个更高的高度，更加辉煌，那让我们一起来改变世界，谢谢。